看看新闻网。11月5号在晋江赶拍电视剧《慢慢的陪着你走》的董璇呢，在剧组很开心地迎来了自己的生日。嗯，是的，不仅有剧组的小伙伴啊陪着他过生日，还有老公高以翔也是亲自赶来片场为爱妻庆祝，这是应了片名《慢慢的陪着你走》。来看一下，他是本地人，叫熊媛，他们家有房子，结过婚，还有一个女儿。他多大年纪啊？导演一喊咔，收工了的董璇终于能跟大伙儿一起庆祝自己的生日了。今天董璇同志过生日啊，完了以后大家俊哥岁数呢咱就不问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隆重推出董璇的丈夫。介绍一下吧，这种我老公高云翔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面对媒体来给老婆庆生，高云翔刚开始还显得有些羞涩，在爱妻的再三邀请下才肯现身。不过夫妻俩却爱得腻歪，吃蛋糕还不忘你喂一口我喂一口。一口是你过生日还是我过生日？我问你吧。之前忽悠我说今天晚上到跟组里的人导演我们一起吃个饭，然后昨天晚上11点时候给我打电话，还说那个在横店刚收工。基本我们俩结婚以后生日都是一起过的，我还在想今年估计没戏了。结婚已经2年多了，董璇高云翔始终甜蜜如初，如今两人不仅享受二人世界，更希望有个小宝贝让他们的小日子更精彩。我们已经做好要宝宝的准备了，